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北京记忆。今天出现的主人公是我30几年的老哥们，他的名字叫廖铁刚，他是个地地道道、土生土长的北京人。10年前，执着于北京的胡同文化，十年如一日，记录拍摄北京各个角落，走遍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，成为了地道的北京胡同文化传播者。他就是紫禁城下胡同的廖铁刚。大家好，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。今天继续与我的好哥们儿，北京北京记忆，聊聊北京胡同的事儿。演还演呢，还拿那么多的钱，真是给中国都丢粪，真是这样。就长得这个揍劲啊！哎呦，说的就是那么多演员啊，挣的那么多的钱，老说贫富差距大，对，是谁造成的呀？哎，谁让他们干的？您说根儿上了，谁是允许他们干的？对，他们对老百姓、对国家有什么报复？结果把他们自己的儿子、自己的孙子都弄国外去了，没效忠他妈美国人。说起魏哥啊，怎么发现的这个人这么神人？这个也是偶然机会。他那个住的那是一个，哎，布置的非常好看的一个门脸儿。门脸儿，你说是门脸儿吧，它实际上呢就是他的家。那天正好从那儿路过。我一看呢，摆了很多这种啊石碾子呀，还装饰的古色古香的。哎，他那一驻足，魏大哥就出来了。当时拿着那个芭蕉扇，跟你似的长头一扇，仙风道骨，头发啊飘。哎，一看有个很有魅力的一人。当时魏大哥那种神态。嘛来了？也属于北京果子。哎，我这儿不接待人啊，啊，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啊，就别去啊，是吧？咱北京人是吧？啊，哎，那个我该吃饭了啊，那个改天再聊，我这儿有人。进屋了，但是咱们不能这样，咱们得锲而不舍。层层追进，发现一个人才，这叫是吧？但是我眼睛一瞄，魏大哥那个眼神跟我对上了，我一看就是要召唤我进去，那我就自然而然的进去了。这一进去可好，了不得了，了不得了！魏大哥讲话，你是紫禁城下胡同吗？哟，我说我没那么大名气，您都知道我，那我当然知道您。你播的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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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说的都不行啊。正好，大哥您说说，您说也行的。魏大哥当时说，我说完了保证你火。果不其然，魏大哥这条视频他火了，他火了啊，100多万，200多万，200多万，哦，200多万播放啊。当时啊，第二次再去时候跟大家讲嘛，那你这自媒体我惹不起你，太厉害了。云南的，贵州的，我的同学，我的发小全都找我来了，太厉害了。其实像魏大哥这个人呀，是我们现在从视频里看见的极少的一部分。真正这个人，他出彩的地儿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他的标准语言，弄那么多的钱，对，我相信啊，嗯，就是说你他看完你那个，嗯，有那么多人的看我，确实是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多的钱，对，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呀？这是魏大哥的标准语言。对。很可爱的一个，可爱的啊！你看他那儿绷着脸，地道的老北京，老北京一笑，俩小虎牙，还非常可爱的一个人。嗯，而且呢，在我们平常聊天上当中啊，真的很多东西是我们可能感悟不到的，他可能感悟更多。他是个有故事的人，太有故事了。嗯，以前在国营单位干过，嗯，而且呢也做买卖。在国营单位应该是个领导，当时是，嗯，可
可能也是年轻气盛出来了，嗯，做买卖练服装，嗯，大三九天蹬着那个电动的那个，嗯，人家叫瘸逼乐，就是那个韩金人的那个摩托，嗯，进货三九天，嗯，真的经历很多，做玉石做买卖，而且很有故事的一人，嗯，最后呢，他发现了那个阿拉善玛瑙玉石。是吗？哎，是他给开发出来的。哦，哎，现在他其实他在他那屋呢是一个工作室，在做他这个玛瑙原石，做一些戒指啊。好家伙，哎，而且很有细心，因为磨那个东西需要人有创意，需要有耐心，一做几个小时你不能动啊。所以你看着这么一人，还有匠人精神啊，尤其他在聊天当中给你讲的很多很多东西，当然我们这视频是播不出来的，嗯，我多少视频都枪毙了，嗯，所以真真正正的你要想啊，了解魏大哥，啊，见面聊，神人，太神了，神人啊！你跟他那儿坐一天，你聊一天，故事不断，你都是乐的，嗯，吸引你啊！有机会，谁要能跟魏大哥坐在一起吃顿饭，那就是有故事的人。我跟你说啊，嗯，那才是来北京一趟，太有幸了。对，这就是魏大哥，不虚此行，不虚此行啊！哎，这个，这是胡同的一个卧虎，卧虎，嗯，这可以说北京胡同的老炮，老炮，老炮，嗯，地道的老炮。但是人家不违法乱纪，对，哎，这北京人。看着啊，那个人说北京人怎么都这样，有的哈，嗯，你记着，北京人遵纪守法，规规矩矩，规规矩矩，嗯，话可以说，对，但是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，而且有理有面，有理有面，这是北京人一特点，嗯。对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再说，请关注北京记忆，欢迎评论、点赞、留言。